想时尚贴机机。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化妆方式叫做棒状化妆法，就是你的化妆包里面啊全部都是一支一支，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啊，你不用任何的彩妆刷具，眼影它可以当作眉粉，比如说你的腮红可以当作口红，就是二合一的。欢迎光临天下的女人，我最大。今天呢，每一个明星朋友们，每一个都是闪电侠。为什么呢？就算他们的通告迟到了睡过头了，也可以只要给他们说三分钟，是不是？对，美美的出门是没问题。不是三十分，是三分钟哦，都可以美美的出门，而且呢，没有影响到工作，还是准时进度呢，非常非常的敬业。技术，对，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三分钟，当然每个人个性每个不一样，所以重点要求的都会不一样。今天来跟你分享，好吗？那老师，请问您出门要多久呢 ？Vanson 老师，其实我出门啊，其实要三个小时，花费的时间比较久的是洗头而已。啊，你就那么几根毛？对，就是因为我的毛很少，然后如果说我没有洗头啊，就会很油，看起来像秃头，会塌，会一条一条啊，而且我的头皮很会出油，我只要睡一个晚上，一早上一起床，头就超级油，所以我每次出门，我只要把头洗完，其实我就可以出门。你现在是在欺负我吗？你以为说老人忘记他问什么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我说要多久？就是我就是洗头，洗头大概五分钟吧，五分钟，然后吹干大概两分。因为没有人在关心你出不出油。对，我们好了，我只是要告诉大家，我出门其实只要洗头，就是花费我比较多。老师，你不化妆吗？不化妆的吗？我不化妆可以出门。哦，强。Daniel 老师看起来要很久哎。我也觉得。对。我动作迅速，确实，我大概只要10到15分钟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来，继续开始，继续开始，来。迅速确实就是我哦，我最高纪录是3分钟出门哦，有一次就通告睡过，在主持的时候睡过头，然后我要压线就到那个时间，然后我一到就录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就3分钟完成我的妆容，哦，厉害，就是就跟新美一样不能细看啊，对啦对啦，就是但是你就是表面看起来会蛮完整的，哎，那说新美姐倒带一下，对对对对，看你我这瞧见，对对对对啊，你无礼貌，对，你的艺术是跟我新美姐近。看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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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就是因为他都自己画，然后他很懒，好好说，他都会画得很大块。不然你把刚刚红包拿出来，刚刚红包，妈妈不要生气，妈妈不要生气，红包在这里，红包是这样，发财金的，你啦啊，你要多久？我跟你讲，你感觉搞很久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好搞，是哈。哎，我老公常讲，我告诉你，很好搞。眼睫毛感觉要连两个小时。没有，我告诉你哈，我其实呢化妆大概10分钟，整完妆哦，整个妆好，那头发呢？我大概因为我出门都戴帽子啊，就比较简单，然后衣服穿了牛仔裤 T 恤就走了，包包拎着就走了。哎呦，对，我是射手座的，行动派的，我风刮劲的刮劲，我跟他蝙蝠侠，不能等啊，我跟他超冷的嘞。我家在仁爱路圆环那里嘛，然后我有一次也是睡过头，我来到 TVBS， 因为我们都大概一抓1点半，录影对不对？你知道我醒来的时候是几点？几点半？不是1:15，哇，好恐怖！对，然后棉被一掀开，我就冲上车子，就飞车过来了，也没有刷牙，然后1:35，我已经坐在这里了。哦，
强哦。这个时候没有刷牙洗脸，但是所有的妆啊、头发，通通在这个十五分钟的车程里面搞定。很强哎，还有更快的拍戏哦。因为我曾经呢，因为拍那个八点档，然后熬夜熬好了好几天，然后呢有。举例说熬到今天早上啊，半夜大概一两点，已经连续了好几天，然后我就回到家，我想说，哎，啊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梳洗一下，六点要起来这样。结果呢，我按了闹钟，结果我起来是八点多，八点多我就吓死了，我吓死了，我说怎么办？赶快打电话。通告是几点？八点呐。哦哦哦。对，然后我就按六点，我想说，因为要这里从台北开到桃园嘛，很要有一段时间，我很快速的，我穿了睡衣，我连胸罩都没穿，然后我就穿了一件外套，然后拎着我的包包就上车了。因为到那就要换戏服啦。没有，但我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就叫他们已经把我的假发吹好，然后我在车上去就好。对，我车上呢就像一间小型的套房，就是还有鞋子、什么帽子、什么全部，我就在停红灯的时候把这些事情都做好，然后底也都打好了，然后就这么快的就到现场。所以我其实是我出门的时候是迅速，然后可以在车上把所有一切事情都搞定。对 ，OK， 蛮厉害的。好，所以你们今天呢四位老师都有牌子，有的有一个 NG， 还有过关的。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要你们哈可以过关，好的，或者是 NG。那么当然每一个人每个不一样，这三分钟。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设定呢，我们设定现在没有助理主持了，我一个人要记很多事情。我帮你记，你需要什么？我刚讲到哪？就是三分钟。每个人的 mega 不一样， mega 不同。对，重点不一样。我们设定就是说睡过头了，但是给你们三分钟。然后有的人可能什么都不要弄，戴个帽子，然后就出门了嘛。对，没错。那没看，你们看哈，代表的就是，当然有的人是骑摩托车代表，有的人是开车，有的人是坐大众，对对对对，运输交通工具，好吗？那第一个，魏如请。我的装备呢？三分钟就是我。请问你，你这是睡衣？这睡衣啊。那你为什么有穿胸罩？你都穿胸罩睡觉？哎呦，不能，不能，太好了。你现在只要回答你有没有穿胸罩睡觉，看也知道啊，那就脱掉。我真的曾经小时候上课的时候，因为每天上课都很早要起床嘛，我真的是整套穿好好。你现在是坐着吗？不是，然后我腰围那么浓啊，然后我真的是整套哦，我是连制服啊，然后那个裙什么都先穿好，都先穿好，然后内衣什么都穿好，然后一张开眼起来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用，是哦，对，刷个牙就可以直接准备出门，这速度就非常的快。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其实他现在是真的，他过着是真的，对对。因为像我们就是平常也是会出外景嘛，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录影，那有时候我觉得最怕的就是那种出国回来的时候有时差，哇，有时差的时候你会忘记，然后或者是你太累，有时候你去可能欧洲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那隔天你就要工作，那时差可能第一没有算好，第二是说你睡没有睡饱，闹钟叫不醒，对，就是曾经就有这个经验过，然后就叫不醒，然后电话一直打来，但是我居然关静音，但是后来我到一个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，比如说一点要录影，对不对？我大概也是12:40的时候突然惊醒，惊醒，然后吓到，那一看手机。天哪，已经闹钟已经过那么久，然后已经十几通电话了，然后我就立刻的这样子冲出门，然后赶快啪啪啪迅速这样冲出去，然后到了现场之后真的是压线，他们其实已经开录了，就是已经就是哦我们欢迎你们，然后我就立刻这样啊刚好接着后面的人这样冲出来这样子，但是那时候呢我的状况就是妆有画一点底，然后眉毛等等的，然后衣服换完了，然后但头发我就戴个帽子出门，所以我觉得我最快的方法应该就是造型，因为衣服都会前一天晚上准备好嘛。那当然就是妆的话，基本就是一定要有点点底妆，看起来气色好，还有腮红，这两个是我最重要的。对 ，OK， 他的皮肤还不错啊，他皮肤没有没有，对啊，其实没有化妆就很好看。对，好，所以我接下来要准备开始了哈，都摆正摆好了哈，还没有紧张哦，啊，宝贝，好是。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到底是在等什么才华？我紧张哦，出门了，快来不及了，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哇，三分钟还包括换衣服，对，太狠了吧？怎么会？逼的，不会啊，因为你总是要穿衣服出门啊。对啊，录影我们不是可以，麦克风
直接摔出来。魏雪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帮忙？冷班呢？需要帮忙吗？天哪，吓派冷班，我赔过20000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怎么迅速的？没有时间保养。你有喷出来？对啊，感觉就有喷一下，我脸好干哦。然后像我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先用个保湿，最快了。舒服，保湿对，然后呢？然后直接用个素颜霜，素颜霜开喷，它按压式的，对对对。他皮肤真好哎，静态很好哎。他其实不用化妆就出门好了啦，戴个帽子就出门了啦，走了啦，防晒擦一擦。快点，我要出门，我准备出门，擦一个底妆就可以出门。还有多久？底妆时间剩多久？3分钟而已哦。然后我告诉你，我出门带些什么？我会带这根。这根是什么？这根是电棒，电棒，电棒，而且是随身可以用的电棒。然后最重要、最重要的是，有时候怕眼睛没有神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会搭一个，搭个什么？这个超厉害的睫毛。为什么你那么喘？王彩华，为什么你喘？姐姐，还可以戴假睫毛？对，紧张，就是你还可以戴假睫毛？啊，只剩一分钟嘞！立刻让眼睛马上。病有神，这个红灯、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就可以。对，就是在车上的时候，比如说坐捷运啊，然后坐那个计程车等等，都可以使用。哇，这个手很抖，不能用哎。对，好紧张哦。然后这样立刻，哎呦，这好快哦。对啊，哇。有没有？有了有了有了。对，眼睛亮了亮了。对对，是不是立刻亮了？亮了亮了亮了。而且很自然。还剩多久？30秒。好。30秒，30秒，我等一下要戴个帽子，好，戴帽子就可以了吧？对，你现在还没，我现在还没穿嘞，哇，打字这双也蛮好看的，这双也蛮好看，而且配了也配，对呀，跟你的出外景不能穿拖鞋啊，对对对，重点是你，然后还有很重要，没什么时间了，还有时间了，还有10秒，10秒，哎，快点，你的那个鞋子帽子鞋子不用穿袜子了啦，戴上车就好，戴上车就好，你好。帽子啦！有，电票啦！包包，没有包包 ，OK 哦。哎，完成了。我不知道要问专家，他们四位。哇，好紧张。经由四位老师是非常的挣扎，到底 O 不 OK 呢？一二三，哇！过关哎，可以，很快吧？外景可以，对，我觉得可以，速度蛮快的，很快吧？对，而且你那个睫毛太惊人了，对不对？睫毛，对。然后像我在车上的时候也是会准备这个，嗯，然后这个就是随时就前一晚会先充好电，嗯，然后充完之后我就会立刻就是在比如在车上啊坐车的时候啊，嗯，或者是你出外景的时候搭车的时候，然后你就立刻，而且它热得很快哦，嗯，它大概3秒钟就有热度。这个不可以带上飞机，哦，对，它不能上飞机，对，然后它热得非常快，我就被没收了，我就会立刻这样子夹。夹一下马尾啊，等等。Vincent 老师，你觉得嘞 ？OK 啊，我刚刚举过关。哦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他的那个，他有抓到那个彩妆的重点。因为其实像很多台湾女生啊，化妆就是很喜欢画一些比较没有重点的地方，对，比如说什么啊，画眉毛啊，或者是说啊，什么，比较对，眉毛不是重点，没有，就是对那个整个气色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有帮助。哦，明白。对，然后因为其实像大眼睛的女生啊，其实你只要把睫毛处理好，整个眼神看起来就很有精神。哦，而且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戴帽子有时候会遮到眉毛，就看不到那么细节。对，所以像微如她把那个睫毛处理好，然后上了一点点。点腮红，其实整个气色看起来就很好了。贝贝老师，你认为呢？我认为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啦，主要防晒吧，就看一下他刚才的这个素颜霜有没有含防晒。哦，有。如果有防晒就完美了。哦，有外层防晒。嗯，好的，来阿喜第二棒。你在皱眉头，为什么？太紧张了，我现在觉得我做不到。你不要紧张，你眉毛这么黑。对呀，你修画图是不是？我就是画那个没重点。你眉头深锁很严重。不画眉毛，我觉得你要不要换衣服？不用啊，你不用画眉毛。你给我换衣服。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。而且我觉得你根本不用打底。对啊，不用打底吗？感觉你好像都弄好了。对啊，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点气色？不是，你只要呼你自己巴掌两下，就捏张嘴。我也是有时候有气色，再咬个。咬嘴唇，对，好，可以结束。那我讲解一下，我可以先讲解一下，是不是？因为其实我个人呢是一直非常有拖延症的人，就是我非常需要很多很多时间，我都要很早起床准备。哦，我比如说今天工作是2点的话，我可能早上10点就要起床，先花2个小时的时间心理准备。哇，然后我真正准备出门的时间，其实可能只要5分钟。
就是我需就是会拖延症，我起床先喝个咖啡，上个厕所，有喝要喝太多杯什么胶原蛋白什么，一喝不完嘛，喝完又一直上厕所，然后就是水肿要等它消嘛，然后真的出门可能就来不及。哦，哎，对，出外景有时候不是那种安排什么4:50啊、5点啊那种。对，但是因为我怎么起来？我自己我家住的地方又是一个比较逼人的社区，嗯，那边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尖峰时刻，反正计程车就是不会进来，嗯，我叫车叫 Uber 什么都叫不到，很难叫，对，我出去拦车的话，我要走非常远，可能要走一整个社区的，什么不换两个公车站牌的位置才。懒得到车，所以我就只能骑车，因为开车我也可能找不到车位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绕，所以我就可能只能骑车，方便啊。我就练就了一身，就是连在骑车就跟坐车的时候一样，就要停红绿灯的时候，我也有办法婉转。骑车也可以，认真是这个意思，可以了哈。等一下，我在心里准备一下，身体摆正，要准备两个小时哦。先停一下哦，哈，我想一下哦，帮你点杯咖啡吗？我想一下，我出发应该要怎么样哦？不是啦，为什么包包就是你包包怎么可以先背？先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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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先背，而且你还要换衣服，还要换衣服，好严格哦。我现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做什么？你不要焦虑，3分钟可以的。放轻松，深呼吸，啊，吐气，深呼吸，好像生小孩。冷静，冷静，来啊，宝贝，出门快，来不及了，计时3分钟，来，快换衣服。对，我感觉他应该是可以啦，他感觉就是。动作很快的，对啊，感觉急性子，急性子，大辣辣的，他其实不需要干嘛，他就可以出门。而且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如果摸很久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不摸的话，可能还比较好，状况更好。因为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工作，然后他来，他就说，哦，对我今天妆化了很久，但他口红都就是有一根一根擦出来的那个，就是没画好的痕迹。我说你这边怎么这样？他说我故意的。故意这样子，他说很快，他换很快，有假的，哎，你换衣服很快耶，换很快，对，好丑，安全帽可以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安全帽子可以走嘞，对，你在哪里啊？但是安全帽，你这安全裤很紧，你可以这样子，我在那边看到你，我会，哦，好笑，我会没 feel 哎。那你的头发如果你捧捧捧捧的话，你就捧着翻过来，哦，但是我现在中分，所以我怎么不一样？他压他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可以轰的，他就被你定型了，这样子。对，其实这样就可以出发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是背上了我的包包吗？对，来，里面有东西。开始化妆了吗？停红绿灯，准备化妆喽。来，现在多久了？还有，他已经好了，他已经出门了，他1分30秒，他已经可以出门了。在路上，你看我这些东西哈，我就在边骑的时候，对，可以把它抹开这样子。他等红灯的时候就可以弄啦。那个腮红。就是先都这样子随便，可是你的底，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旁边那个后照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只要有空的时候就是这样随意拍打你的脸庞，那你画中间的抵达了，抵达了，额头抵达了。我们因为我们家很近，只是叫不到车而已。你就真的随意拍打之后，然后呢？你要确定，你现在看起来像纸扎娃娃哎。哎，我修容什么纸扎娃娃要被烧了哇！那口红可以修容，用丢的，丢到马路上。哎，发光器是抵达了，画完眉毛就往边丢了。口红。哎姐，我第一次看过有人化妆画的比你还大块的。那个头发要绑吗？对，先绑个头发，用这种那个电话绳就比较可以撑起来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撑起来，对。我们时间还剩多久？多久？好，30秒。30秒。好，30秒。哎，他时间蛮充裕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反正乱七八糟没关系，我就先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蝴蝶结，把它整个遮住。哦，用蝴蝶结遮住了。蝴蝶结遮住了，你整个人都消融的部分，对，里面的。对。你这样子感觉，就我们想带你去看医生嘞。对，你好像还有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点时间，还剩15秒。睫毛，还可以画睫毛。哎，睫毛，哦，其实蛮可爱的哎。对啊。那很简单啊，其实蛮利落的。然后再刷一下眉毛，对，对，只是凸出来。那要不要刷一下鼻毛？好，不需要。好嘞，剩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完成。我放了，什么都不要啦，他
是不是又一次？可是新年快乐，可是你这里还好吗？谢谢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这样子可以吗，老师？一二三，哎，怎么来不及？哎，我觉得很 OK 啊，谢谢妈妈，速度很快啊，而且你们撞发型嘞，妈妈啊，对啊，妈妈今天应该就是刚出门的，对啊，我们是母女啊，对对，母女，所以你因为这个给她过关，对对对，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扎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她速度很快，而且头发虽然有点乱，但是是乱中有序的，对啊，对，然后是很对，而且两对啊。有一些虚啊，那有点虚也是一种特色啊，对不对？总是他把它完成了，我觉得还蛮快的，三分钟不容易啊。Vincent 老师，你觉得？哎，老师，你刚刚不是转过关吗？没有啊，我是 NG 啊。没有，我要讲的一点就是，其实要庆幸就是阿喜他本身条件就还没错，对，因为他整个过程就是很滴滴答答，然后很随便，然后就是没有一个部位是比较完整的去完成它。老师一起卡卡哎，卡卡嘞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啦。可能就是阿喜本身条件已经不错了，所以像这人都没什么感觉。对啊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糟。但是其实如果一般人像这样子的手法，就会很滴滴答答。嗯，对，因为色块其实蛮明显。对，所以不是很好。不推荐，不推荐。对，你要点起床。对啊，我其实看阿喜也是啦，底子非常好，可是眼部啊，就好像有点黑眼圈啊，还是什么。哦，对，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消水肿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你眼周好像蛮严重的，然后其他的保养也没有做嘛，就算了啦。那反正你有擦这些防晒就好了，对，该遮的遮，但是就是脸部的整个概念都是拼拼凑凑的，然后很浮肿的感觉，来不及了，老师来不及，你都已经我给一点的通告，你就要哦，四个小时啊，他说十点就要三个小时。对啊，我大概都三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车程加两个小时准备。你会不会去检查肾脏啊？不用检查肾脏啦，其实眼周的问题。三个小时，对啊，消肿。前一晚不要吃太咸吧。而且我替他担心，因为他出门完全没做防晒，他直接是曝晒的情况下化妆哎。哦，对啊，来不及嘛。但是偶尔可以啊，万一睡过头的那一天可以。对啊，眼周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哎，就是因为现代人。本来眼周状况就比较多，长期看什么手机啊，然后又熬夜啊，可能吃宵夜嘛，又喝酒啊，对不对？二十七号，二十七号一起约，二十七号喝酒，对啊，眼袋的问题就很多。那其实很多现代人眼袋不是真的眼袋，它是假的眼袋，假眼袋，因为循环不好。那没关系，我来帮阿喜试一下，有产品可以直接救你，三分钟就可救的。我告诉你，不用三分钟。30秒我就救完了，哦哟，这么快！为什么眼影盘它是打开的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打到一这种气垫防晒哈，就是要这样子。他去哪呢？没有，就是要很大力的，往死里。我有听一个柜姐讲过，她说就是要这样大力的拍，要大力拍呀，它那个里面的那个水分然后才会浮贴。其实啊，我基本上先帮阿喜的眼周先刚才做了一下清洁哦，那把他刚才的这些里里拉的东西先擦掉。保养很重要，就是要先做好清洁。那现代人呢，眼周的困扰基本上就是有眼袋啦、黑眼圈啦、细纹啦、暗沉等等很多种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原因呢？其实跟我们长时间使用手机有关系，固定的近距离使用手机会造成我们眼周循环不良。然后像熬夜也可能有黑眼圈，然后吃得太咸啦，或者说吃太多，喝酒也会有这些眼周的困扰，因为持续的水肿会造成我们下眼部的脂肪往下垂。其实一般人呢，这种假性眼袋的问题啊都是正常的。那因为我们眼下本来就有脂肪，可是就是眼下的脂肪的外面的水堆积在那里在作怪，那运用简单的按摩就可以改善这样假性眼袋的问题。我最近呢推荐这一个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冰岛的磁探头，它是一体成型的探头，而且它可以让肌肤直接下降3°C 做按摩，效果非常好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按摩，不用拿去冰就会冰哦，不用拿去冰，哦，真的有冰哎。
对，很冰哎，它就可以把我们原来眼周容易浮肿的问题、容易代谢不良的问题、容易循环不佳的问题一次做哦，这样镇定。老师，你是边挤哦，边挤边按，边挤边先轻压在我们眼周的肌肤上面，把这些有效的成分，像里面有添加德国的 A 醇，它里面添加0.2%，可以强化我们眼周的结构，由下往上，内往外。那范围其实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大一点，直接到笑肌的位置都没有问题。我可以涂全脸吗？也可以涂全脸。那这个因为它添加了我们德国0.2%的 A 醇啊，其实可以加强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。那还有46生态，也是跟稳固我们肌肤结构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像是法令纹，那早晚都可以用。早晚都可以用。这一支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添加0.2%的 A 醇，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刺激肌肤。可是白天在使用的时候要记得涂好防晒。老师，它应该要在哪一个保养程序？先洗完脸，然后化妆水，再来使用这样子眼霜的产品，然后再用其他乳液啦，或是乳霜，或是精华液都可以，按照原来使用的顺序。但防晒记得白天一定要记得它。这样子的产品呢，里面还有添加他们品牌独家专利的法沙酚，也可以抚平我们眼周的细纹。我觉得像是法令纹啦，像是眼下啦、眼尾啦，都可以局部使用。哎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30秒钟就可以搞定我们眼周所有的困扰啦。像阿喜，你看左边、右边，有没有？整个眼袋的问题都改善了，整个消掉哎，然后连黑眼圈都淡了。为什么觉得那个法令纹也变淡了？对，也变短了。对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了很多的，像46生态啦，还有德国的0.2%的 A 醇，那都可以改善我们这种细纹啦，还有这种纹路的困扰。像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个按摩头呢，其实因为这个是冰岛瓷的探头，它可以360度的贴合我们眼周的肌肤，那它就代替我们手指指腹的这个力道，然后也可以促进我们眼周的循环，而且很卫生干净，很方便，完全的贴合眼周，所以不用去洗，用完就不用洗它，不用特别洗，可以用卫生纸稍微擦拭一下，因为你刚刚可能有残留的眼霜，稍微擦一下，擦拭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它的触感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触感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来，对呀、啊，很贵，你都不给我们用一点、啊，直接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我们以前拿那个汤匙这样弄的时候，都会就不小心吓到了那种冰。哦，是哦，它是冰的，冰冰的，然后舒服的，冰冰凉凉的，然后里面就会有它的眼霜的成分。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很匆忙要出门，然后赶快来做眼周的护理，改善我们眼袋、黑眼圈，效果非常好。有，这次我之前也有用过，我也觉得超好用，因为平常的时候也是，就是速度很快的时候按摩的时候都很好用，还有法令纹啊，然后下面啊等等，它都非常的好。下面，对，就是下面，嘴角在这里，下面好在看，对，手没有。其实我自己也是擦手臂的保养，我觉得脸擦效果也。老师，那不可以有妆的时候吧？不要有妆的时候擦，不行，因为它的分子很小，渗透吸收很快，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单纯的保养为主。了解了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哇，30秒一抹就能按摩双眼、紧致拉提，不管你赶不赶时间，它都是你的最佳消肿神器。纽约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化妆方式叫做棒状化妆法，你的化妆包里面啊，全部都是一支一支。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啊，你不用任何的彩妆刷具，你看我们都不用任何的化妆刷，对，然后我们涂完之后直接推开就好了。辛苦的妈妈每天都要开车接送小孩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得了了。现在要去，是不是紧张？现在要去，对，我要去接小孩下课了。要接小孩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虽然前一天会帮小孩准备好东西，但是往往小孩在出门前都会说：“妈妈，我想拉屎。”棒晒。妈妈，我怎么样了？塞塞溜溜。对，塞塞溜溜，所以他会影响到我化妆的时间，所以我时常就是3分钟、5分钟，然后我就要赶快，因为我们可能要参加运动会啊，或者是母姐会、家长见面会、教育什么座谈会，我们都要去见
都要去，因为第一次去我很邋遢，第一次看你讲话这样，对，因为有些妈妈打结呢哈，去第一次哦，每个那个完妆可能已经不知道凌晨三点半就已经起来了，太有早一点凌晨三点半起来化妆，真的，因为他们的妆很好看，而且加上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们都大家都行头都很竞争，对，我因为是私立学校第一，但没有办法，你已经只有剩下三分钟。对，哎，因为这眼影盘它是打开的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打到一，每一个都打开的，不要，每一个都打开的，每一个，算了，我放弃，我插进你，我想跟你说一段吗？就直接这样出门了，没有压力啊，没有压力，真的。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？说这三分钟，你这个每一个都会用到，不用这么厉害，我刚只用两个哎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开始了，宝贝，出门要来不及了，计时三分钟 ，Let's go！ 哎呦喂啊，哎呦喂啊 ，Baby！ 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，还没进去就开始说，哎呦，进来，你够哦，像你够两个眼影盘呢。其实三分钟要换衣服真的很逼人呢，逼人。对啊，不止换衣服，他还要化妆呢。他确定每个都用得到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两个好像在说风凉话，好讨厌。我们就是来看戏的啊，不然哎。对呀，而且他因为他以前是专柜的柜姐，所以他还蛮久，对，很高。哎，我跑了，好，超爆快哎。这猫我麦我帮你处理，麦这个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走开啦！麦我来了。哦，现在也有保湿。哦，保湿哦，好，很注重保湿的。这根没有上底吗？这根是什么？底是指头上，保湿棒，保湿棒。哦，这个保湿棒，哇，好方便哦，你就这样涂就好了。好的，然后。因为年纪大了，超你好穿哦。我们要那个抚平毛孔细纹哦，所以我会在 T 字部分的时候，还剩多少？两分，剩两分钟了。我换超快的，对，哇，还可以上这么多。完之后呢，我就会上气垫粉饼。哦，又还有气垫粉饼哦。哦，气垫粉饼很快，没错。对，而且现在很多气垫它都已经有做到防晒、隔离都有，做到欧因万。对对，就是保养抗老都有。对，一而且这种气垫防晒哦，就是要这样子。他怎么没啦？没有，就是要很大力的往死里。我有听一个柜姐讲过，她说就是要这样大力的拍，才会这样水水。它就是要大力拍啊，它那个气垫的里面的那个水分才会拍到，才会服帖。真的，你看就会蛮自然。快点，快点，然后眼影。然后呢，因为一根是什么？好，剩下一分钟哦，一分钟。还有多少？一分钟而已啦，快了。还可以画鼻子的眼影轮廓吗？好厉害哦！对，然后呢，眼影这个步骤我可以不用了。哦，鼻子已经做好了。淡淡的，这什么啦？他现在涂眼影，淡淡的。这个就是老师 Vincent 老师说的，都要画一些不重要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呢？眼尾的眼影，只要眼尾就好。眼尾加强，这样就有精神了。你眼睛很短哦。不是，眼睛会比较大，然后下眼线加强。对，加强。哦，然后。哎，很剩余的画眉毛，对，没剩了怎么办？没剩再就算了。哎，姐，你们不对称，剩30秒了。鞋子还没换喽。口红，这是什么？腮红。准备要出门喽。哦，因为妈妈可以在等红灯的时候也可以再补一下，补一些细，对，扯上追加。好了吗？好的，哎呦。出门套鞋子了。然后头发弄好。15秒。头发已经弄好了。那梳一下吗？拨好。10秒，因为头发刚睡起来，对，怎么样？这个很塌，这个是蓬蓬蓬的，对，8、7，哇，你的鞋子拉链没拉啦？哎，不用拉拉链啦。3、2、1，哎呦，还不错，对啊，可以吗？老师1、2、3。可以哦，一半啊，一半，一半，老师要一半，严格哦。哪里？点妞，我觉得整个保养流程是有问题的啊。哦，没有问题啊，他没有保养啊，保养有一个都骗，所以就是没有保养。我有喷，然后我也有保湿棒啊。对他化妆，也是 OK 的啊，而且他那个气垫粉底有隔离，有防晒了哟，都做好了。对，腮红也有，眼影也有，好像也是。眼线也有。我们如果只有三分钟要出门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不保养了。就是顶多现在有很多那个欧银万，对，欧银万，所以我有保湿棒啊。哦，对，他刚好用保湿棒，但是不是差了一个唇色？好啊，给你们玩好了，不玩了。
还有这样子，大家一起来说服我。因为最后我开车，我开车的时候可以擦口。哦。但是老师怎么说呢？好，那我是举过关啦，就是他画了很多地方啊，还有很多保养的地方，但是他唯一的一个气色比较差，就是他忘了擦口红。嗯，你就一直咬嘴唇。我没有忘记，咬，就是在车上可以咬，就是我也是来，在车上可以有了，整张脸都红了啦，整张脸都红了，都不用了，真的。有了吗？腮红，我已经闻到哎，铁的味道。那腮红要打一下，很漂亮。对对对，美了美了，苏嘉。有时候鼻头哈也会流行红，很可爱。对，其实它很多地方都做得还不错。嗯。但是我今天有带来了几个，就是可以快速出门的几个彩妆品，还有几个化妆的方式可以教给大家，可以节省更多时间。哦。哇。还有头发，对，全部。女神感，阿 rocker， 哇，哎，女明星真的不容易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你要节省时间的话，你在啊选择彩妆品上面呢，你一定要选择就是功能性越多越好。嗯，比如说啊，像你的眼影，它可以当做眉粉。比如说你的腮红可以当作口红，就是二合一的。对对。那比如说像最近啊很流行的，这是纽约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化妆方式，叫做棒状化妆法。所谓的棒状化妆法，就是你所有的彩妆品都是一支一支的。然后现在这个是现在纽约最流行的，就是你的化妆包里面啊，全部都是一支一支。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啊，你不用任何的彩妆刷具。是，你不用任何的刷具，也不占空间，也不占空间，然后也很快速，也不怕摔坏。对，比如说像这一支啊，它就是可以当做腮红，然后可以当做打亮棒。嗯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也是棒状的。那比如说像这一支啊，它就是可以当做粉底，然后也可以当做遮瑕膏。哦，然后你就直接涂，然后都不用任何的那个彩妆刷，就用手推推，用手推开就可以。对，方便。然后比如说像这一支的话，它可以当做腮红，也可以当做口红。对，它就是两用的。哦，很显色。对，你可以当做腮红膏，然后把它推开，就可以当做口红。嗯，对。然后所以你的化妆包里面就变成都是一支一支的。像这些彩妆品都选好之后啊，你在出门之前的有一个彩妆的重点就是啊，你一定要先画好最难画的部位。嗯，举例。举例，比如说像你的睫毛膏跟你的眼线是最难画的。哦，最细。所以你在家的时候，你就要先把最难画的先画好。哦。然后像好画的这些，比如说眼影啊、腮红这些，你就可以在捷运或者是公车上面就可以完成。明白。这样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。是。那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一个，我要计时吗？对，来，宝贝，出门快，来不及了，计时三分钟。Start， 全妆。好，那像我刚刚讲到，就是说我们要先从最难画的开始画嘛。嗯。那我们就先从眼线。嗯。哇，老师今天手速好快。哦，所以他超快。刚刚妹把眼睛拉长是有道理的哈，老师。对，就是先把眼型的轮廓先画出来。我们先把难画的先画好。嗯。就是比较细微的。对。嗯。有眼睛出来了，哎呦，剩下两分钟喽，好逼人，老师也会紧张啊，好好玩哦，下次可以有一集就是做老师来比赛，考老师，对啊，考老师的，逼死老师系列。其实老师化妆很快，因为他要讲解，对，所以比较就对，化妆很快，对。你看，我们都不用任何的化妆刷，对耶，你只要厚涂上去，涂完之后直接晕推开就好，直接推开，然后它是双头的。哎呦，要打亮，所以是要去纽约买你？没有，这个台湾有卖哦，中国都有卖。对，只是说现在纽约很流行这种就是快速的化妆。哎，这没败，这有戏喊不过。而现在老师剩一分钟喽。老师还没换衣服，你要帮他换衣服。对，哦。老师还没这个，这个是我刚刚讲到的，就是可以当口红跟腮红，可以当唇蜜的。哦，别办哟！这一招我以前就有过，我们以前做秀的时候也会把口红当腮红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有把它设计成为可以比较保湿的。嗯，对。显色度好高哦。嗯，哇，好可爱呀！然后我们还可以用定妆喷雾。我还有时间定妆。
分，还剩多久？三十秒。好，哇，请恩，请。哇，还有时间打扮，还有时间晾干，哇，还都搞仪式感，是不是？仪式感的部分喷掉了，等下会有吃水果的部分。哦，不是，老师，你在把它沾那个脸，哦，遮瑕，遮瑕，干嘛的？那把定妆喷雾，定妆喷雾要弄干，好了，好了，哇，谢谢谢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就是掌握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你要选到就是二合一的，然后机能性高的，然后呢先在家里先把一些难画的先画好，然后像这些部位你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完成，就可以完成一个，或者前一个晚上先画好，可以，没晒啦，会晕开吗？这样子就可以让你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妆容，谢谢，厉害，棒棒，哎呀，请就位，好。同学，我的要求的在乎的是什么部位？其实我很紧张，我没有想到原来坐在这里会这么紧张，是不是？真的好可怕，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史上最快出门的人，没有人能比我快。真的吗？我一直这样觉得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在意眉毛要一根一根画，睫毛要一根一根刷，所以以前我每次我跟我妈出去吃饭，我们所有亲人都要等我们，因为我妈妈就是会画很久，如果眉毛不对称，她就会重来。这么细哦。对，然后所以我都在旁边等很久，然后可是我妈就会说，你又不能骂她。对，我就会说，我就会这样。然后打电话说，哎，大舅，对不起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这一种。那所以我在化妆的时候，我妈就在旁边看，说你又不对称了。我说没关系啦，大概就好了。所以我个人是就是在妈妈的这种影响之下，我反而速度很快，就是我就不想要让别人等或什么，对，耽误别人。然后那我自己其实现在最常碰到的问题是，因为我老公会先去工厂，然后有时候他会在工厂忙一忙，他就会打给我说，哎，那个临时要跟谁谁谁开会，你赶快坐车出来。然后我就会说，哼，可是我还在床上。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很快，你很快就可以出门了。所以我都是练就，就是在计程车上可以完整整个完妆。那睫毛我都可以在动的时候刷。可是现在我就先把基本的画完之后，剩下睫毛膏我就可以上车画。真的好，确定你要确定？我跟你讲的都很容易了。对呀、啊，好。然后还有一个还没讲，还没讲啊，因为我头发前一天会先。卷好，然后我都会夹好。难怪我说这个发型，对，好像已经 set 了。对对对，我已经先夹好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很怕冷，所以我里面还会穿一件衣服，所以我会脱很快哦。好来，好，你进去帮我穿。哎，我变行为，我变行为。啊，秀珍姐，我变 Q 了呢。哦哦哦。哎，准备好了哈。好好好。哎，宝贝，出门快了，不急了，计时三分钟。开始，好，哎呀，不是，这个就是三合一哈，就是说那个，他特别，毛衣不洗他了，他不先换衣服哎，他不先换衣服，算了，算了，老师，你毛衣忘了擦了。已经过三十秒了，亲爱的。好好好，你刚刚是有看什么东西吗？对啊，看到有东西了，看到那个忘了用了。哎，你不先换衣服吗？他先化，不能穿套头的。他没有套头。没有，他没有套头，他刚才就说。然后嘞，哎呦喂，啊那还捏。没紧张哦，来了，没紧张啦。哎，眉毛通常都画很久哎。对啊，眉毛不是要最细的吗？不会啊，眉毛不用啦。其实眉毛不会画很久啊。对啊，因为眉毛失误率很高。白了两。对啊。怎么会？眉毛不会画很久。导演已经快一拍照了。剩两分钟。剩两分钟喽。快点呐！哎，不是五分钟哦，你这三分钟啦。三分钟。我们已经录到最后一趴了，是哪来的五分钟啊？你刚来啊？哎呀，我们在录影哦，知道吗？可以穿那个眉毛。对，然后嘞，而且你穿这穿这个衣服，再戴这发型，真的很像唐朝的人，真的穿越剧，穿越唐代。哇，他画眼线很快耶！哇，你还可以画眼线，小心哦，他会吐到眼球。你他吐出来，眼睛瞪大就这样画眼线。可是他画起来差很多。对，他速度很快。对，就比较有精神。对，来口红。哇，这么快。然后干嘛？涂中间而已。哦，在蜜粉。哎，还剩多久？一分钟。不讲话。剩一分钟。快点，你还没画衣服哎！这一盒不是刚刚拍过了吗？另外一盒。哦，这是另外一盒。压蜜粉。蜜粉。对。哎，快点，你还没换衣服啦，宝贝。快点，换衣服了，你要瞬间动去，宝贝。腮红。时间剩下。麦吗？哦，来。十秒，十，换装好快，九，宝贝，口干不疼，你口没疼要换了啦，我觉得那条花裤还蛮不错，也合理，我穿在里面哟，安全裤，当安全裤啦，好来，可以，它会露出来，还剩多久？
哦，还是30秒，30秒，好，30秒可以了，来得及，还有你的头发，请你慢慢拉啦，对对，还有头发，对，全部，哇，头发好惊人哦，女神感，哇，再甩一次头，再甩一甩，哇，哇，再不要放慢时间再甩，哇，真的消薄嘞，哇，迪克牛仔，哇，用绑的，用绑的，用绑的就好了，绑的就好了，哇，乱弹阿翔。对，头发中间这样下来的 rocker， 对对对，女明星太不容易。翻船你的脚，还好里面刚刚那一件睡裤没脱掉，可以吗？一二三，哇，都过关嘞，可以啦，不错哎，我有点要拉伤的感觉，不错，难怪我想说你头发怎么会这么丑，就来路，因为我会先把它卷好哦，卷好，然后你只要睡觉的时候把它这样卷卷卷，然后夹在头顶，然后早上如果真的来不及哦，去赶快落丢的，因为你刚刚一直夹，一直夹。他脖子才应该扭到吧？他有拉到头发。你刚刚大法师哎，真的。如果我觉得你刚好像中邪。就是如果你真的头发有点塌的时候，你就是喷一点就什么蓬蓬水，然后这样抓一抓，然后真的很感受，5分钟真的就可以出门。哦，你刚刚那个甩头，好美哦，好美哦。你放下来的吗？放下来的瞬间跟孔雀开屏一样。你刚刚甩开就可以。哦，甩开就开了，这样子就可以。对呀。因为这么长的头发，它那个没有那个卷度的话，那个发质就会很干，对，而且会毛毛的。而且我如果出门真的很赶，我就会抹一点油，然后就这样出门加点光泽，光泽这样。所以他前一天晚上把头发卷好是会的，对对对对，比较快。裙子有一种越来越掉下来的感觉。OK， 掉不起来，安全裤要出来，安全裤好，安全裤跑出来，夹住，哎呦，夹住了，两层感也不错呀，这样两层也很好看啊。而且很正式啊，对不对？就开会这样子 ，OK， 对，可以。其实里面那个上衣也可以不用脱，也可以不用脱，哎，对，直接穿就好了。哦，对吗？穿内搭。对，里面好像就花花的，好好笑哦。哦，好过关，恭喜你！太能进，超强的，厉害了。好，今天呢？老师介绍的所有商品详细资料，请追踪你们我最大 IG 就知道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耶！哎呦，今天是乖一点。